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啊，小伙伴们，今天呢，我又来保护世界了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外太空的怪兽啊，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又来保护光之国了，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武器啊，好像非常的不给力。现在目前能用到的武器啊，就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我们来把它集中一下，就这把。这什么枪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但看样子呢，这个子弹呢还是挺不错的啊。我们来把这个他这个怪兽先消灭掉啊。他这个怪兽名叫做杰硕啊，这什么怪兽我也不知道，没听说过。那我们今天呢就直接过去去灭怪兽啊。好，这个怪兽是什么怪兽？只有一个眼睛，难道叫做大眼萌吗？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啊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。如果你也喜欢玩迷你世界的话，记得给鸽子点个关注哦。我们看到第三波怪兽又来了，这一波怪兽比一波怪兽厉害啊。哦，我现在找到了这个怪兽的弱点，在肚子上。最后一波怪兽吗？这个怪兽长得更屌啊，这个怪兽的话有三个头。哇，这什么奇形种啊，怎么能长成这个样子？我们来捡点钱啊，我杀掉怪兽以后，我可以捡掉非常多的钱。这些怪兽的老巢就在后面的这个星球里。哇，这次的这个怪兽又来了，结束啊，就是第一波怪兽啊。这个怪兽的话，那它不就是重复开始出了吗？这个怪兽我可知道，它的弱点在肚子上，我们直接打它的肚子，这个怪兽呢很快就直接消灭掉了。看我 biu biu biu，赶紧趁怪兽没有啊，捡点钱买点东西去。我现在有多少钱啊？我看看我现在有多少钱，我现在有13块钱，不知道13块钱可以买什么东西。哎，这里好像也没有商人啊。哦，有，找到了，好像13元什么都买不了啊。我的天哪，13元可以买一个牛肉汉堡。好吧，有一个牛肉汉堡总比没有好啊。吃饱了继续打怪兽啊。好的小伙伴们，那么本期视频呢，这个打怪兽啊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